在大学这个地方啊，测负氧离子啊，遇到了一位大哥啊，看了面熟啊，给我一打招呼，一问呢，这大哥叫高原草啊，是我去年认识的一个铁粉啊，经常在我的这个视频后面给我点赞鼓励我啊。老哥是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你是？我8月15、16来的。8月16。啊，就是咱们农历。那才来几天？时间不长。我倒是走了七八天。走了七八天。啊，倒是玩儿。这次从那个，这次从苏州那头来的。从苏州到南方去玩去了。南方热不热？热。那几天正热。正热的时候。我就赶紧往北返。咱们也就是前些天，也就是前天才热，也就是中秋之后才慢慢的凉快的，否则咱每天也是30多度啊，31、32度的。那头更热啊，那边更热是吧？更热。我赶紧就往北返了。往北返啊，北下。你挺喜欢玩的是吧？退了休没事就到处转转。两个月啊，我回这住两个月。已经住了两个月了。不是啊，这次准备住两个，准备住两个月。那么两个月就是到11月中旬走。对，到那个咱们这天气会没开，没就是老家供暖了。你是呼市还是包头的？呼市的。你是呼市的啊？咱呼市的还不少的在银滩哦。哎呀，我那几个就我楼上就呼，可巧了，楼上就呼市的。楼上就是呼市的。不过他看了你的视频报道，正好你有一次采访我，他就买那房子了。也是受我不是说碧海院嘛对，看你视频他就找到碧海院了，就找到碧海院了。那他是跟着你的脚步走啊？他看你的视频，是看我的视频，是受你的影响。我说那个碧海院啊，你问我说是捡漏了，我说的确便宜，电梯房呢当初也不，当时的价格我还忘了，当时你买那个是多少钱了？我差22万吧。12万买的，多大面积？22万，多大面积？84啊，那当时就是很便宜的。上完户才不到4万。那现在的价钱是不是又便宜了呀？你问。好像也没便宜。还没便宜。好的户型一直没便宜。那也就是说是还是你是捡漏了。你那个碧海院那地方位置又能看到海吧？碧海院前就在海跟前啊，对。我们家就看到海。对，你又离大学又近，所以你没事在这吃饭就行。我就今天看那个你报道那食堂啊，就那餐厅，对，很好，正在开放呢。对，开放。我今天正好进来看看，遇到你了。你早上饭吃了没有啊？吃了，吃过了啊。早饭都在这吃。我早晨，在家自己做的吃，家自己吃。中午其实我在这边吃挺实惠的，是你比如说是两素一素一肉，一碗米饭啊，那样的话也就是11、12块钱，如果说两荤，一素啊，也就是13、14块钱。对，当然你要想吃好点的话，20、23、30也有啊。无所谓，对你跟对偶尔来对方便，就是懒得做饭的时候过来。我就隔壁住的。对，咱业主在这买饭的不少嘞。我呢。明珠海院，我在那头住了，晚上看也啊，对你是有两套房，对，一口气买两套房，对。那头是不梯的啊，对。我买的有点后悔啊，我来这头买个电梯的啊。你先买的不梯的。先买的不梯。反正两边两头住呗。两头住，那头住我每天晚上看演出。你喜欢看演出啊？哦。那小广场真红火。每天晚上各种演出。明珠海院，你是指那个福州东海大舞台吧？不是大舞台，就是到广场。啊，大拇指广场。小白杨啊，你喜欢去那个大拇指广场啊？我就那离你。小白杨艺术团。对对对。每天晚上演出。对，小白杨每天都演出。那演员质量挺高的。对。那有好几个演出团队呢。是好。你都去吗？那几个？那三个。都去。都去啊。去年有那个军旅的，今年看不着了。军旅的啊，就那部队组织的那个演出啊，他今年没有，也不是部队，他们穿的军服就是部队的了。他们说是都是退役的嘛。啊，那就是那有一个乐团啊，乐团海风乐团，是，他们有的时候演出就穿军旅服装，有的时候穿便服。今年看不着了。有，我十五之前，我十五那天中秋吧，对，那个活动的时候他们还演出了呢。开了晚会，对，他们还演出了呢，都在，对，我还在。去年他们就在海边那小广场。哦。这个白杨艺术团是在大山底下。哦。
吉他那大棚子底下是吧？大棚子对对对，挺好。你也挺喜欢文化活动啊，那个挺好。那你也加入进去呗，不能光当观众啊。没才没艺啊，没才没艺，就喜欢这个看别人的，就喜欢欣赏别人。啊，每天替人家鼓掌。替人家鼓掌，那是忠实的观众啊。是忠实观众。忠实观众，对。每天早上就，这一天开车，这一天不开车，溜达就过去。啊，溜达过去啊。溜达的话也不近呢。溜达有一公里。从明珠海岸。从明珠海岸。明珠海岸到那儿，哎呦，一公里多的，啊、我看，对。差不多也。这从大花瓶到大拇指，嗯、这个距离我估计得一公里多，一公里多，对啊，你看一公里就一公里，对。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嗯、对。我。好像是溜达就过去了，我开车多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像你这种啊，就是一口气买两套房子的人，就是因为特别喜欢啊，认这个地方啊。这地方特好。特好、啊。你买了以后，你的亲戚有没有在这买的？有。啊。有个朋友。啊，有个朋友过来买的啊，亲朋好友、嗯。对。这个喜欢吧，就是买。就楼上那还是看了你的视频，那个、是看了我买房，你采访我，对，他就找着那就找那个地方去了、啊。他买的是不是比你？正好是买的我楼上。是不是比你买的高贵贱啊？比你买的？他比我贵了2万块钱。啊、哦，贵2万啊！啊你还真捡漏了。好像是贵两万。